又跟什么坏事，得跟去瞧瞧。从小地跑好的真快，一眨眼人就不见了。还好那里有座很高的房子，都说站得高看得远，去那里应该能看到小老弟。姐姐怎么也在这里？难道是跟着我？真好让姐姐尝尝我找到的神器。开门见箱子，不拿白不拿，火箭背包不错不错。接下来就是上楼顶找小老弟了。 Nice， 又是箱子，水灾难道能射出水吗？怎么突然闻到一阵烤兔子的香味？我烧我烧，好烫好烫，救命啊！超级总算把你烧出来了。小弟的火箭是你放的咯？超小弟，你干嘛无缘无故的放火啊？谁让姐姐你跟着我？这个嘛，姐姐其实是怕你在外面遇到怪叔叔，所以才偷偷在后面保护你的。是你个滚，你个糟老头，坏得很。不过想让我信姐姐也不是不行，姐姐你只要把里面得到神器给我就信你了。What？ 难道小老弟来这里就是为了那些神器？以小老弟的性格，得到那么多神器肯定会坑我小某人的，不能给。什么神器啊？姐姐一件都没看到啊。不给那就别怪我小老弟的，再尝尝我其他神器岩浆喷发。还有这陨石，臭小弟，你太过分了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姐姐是 Hello Kitty？ 尝尝水灾的威力。姐姐，我可是会游泳的，你的水灾对我一点用都没有，尝尝我的陨石吧。小弟，你给我等着，别跑！哎，天上怎么有那么多电路的？去瞧瞧。欢迎来到电劫空间，在这里可以施展最强天灾天劫。天劫，臭小弟，你这次还不死，发射！怎么好像有东西掉下